一日代替一日，一春忘记一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FS 福音恩赛，我是布影，我是赛。他是很帮他唱歌的，我第一印象就是 Sam 是那种我上去那种花美男，陪你去看流星雨。谁比较容易受骗？我比较容易受骗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感性的人嘛，当我的感觉对了，我就跟着去。有一些人想要骗我的，赶快用你们的爱来骗我。谁有洁癖？这个明显Sam 真的很干净，他穿着睡衣的话，他去到客厅啊，去到厨房还是什么的话，他不能坐在外面的椅子。那时候他吃早餐，坐在地上吃麦片，那时候我头脑就整个，怎么了？我们有椅子坐，为什么不要坐？这样？因为我的睡衣只允许在我的房间或者是在我的床上活动。对方让你受不了的缺点是，我想偷走他的嘴巴，因为他很烦来吃。要偷走的当然就是他的洁癖了。我觉得看了有时候会觉得，好像没有真的在生活。我爱干净也是可以好好生活的。最近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？是因为什么事情？为一部电影而吵架，因为我们在里面演戏，我要骂他这样子，然后真的是大吵架。结果 one take， 你看他不爽有多主要？哎，那是演戏了哈，所以我可以当最佳男主角。one take please， 我们真的没有所谓的吵架。你觉得最莫名其妙的礼物？真的没有莫名其妙，因为我没有送过他礼物啦。他讲有啦，他圣诞节还是有送过我一个 hand cream 哦。可他觉得我很 dry， 他需要就是滋润啊，可能这是莫名其妙的点了哈。可是我手机还蛮顺的，还蛮滑的，你们可以碰一下。可能我自己莫名其妙送他送的礼物都，我觉得不算莫名其妙啊。请说出你为对方做过一件感动的事。好像没有，我。煮过一餐给他吃，就是住饭店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很爱干净嘛，所以我就把他的床喷那个杀菌的喷雾。主要只是因为他怕有细菌感染到他，才要喷而已。谁是圣母白痴？但我会选圣，因为他常常就是有金鱼头脑，他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我们工作时间啊，还是有时候他很容易就是会忘记，反而他会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比如说去一个表演，他会记得我们坐的椅子是什么颜色。类似这样的东西，你会觉得你自己椅子演出来中的话，对方说过一句恨到你的话，应该不是说受伤了，你真的会激励你自己。其实很简单，比如说你胖了，或者说你会或者胖在下，我没有讲过你胖吗？有了，就是会说胖在下台，有，这个很好，有激励我，就是可以去运动。可能我表演的时候表演到那个状态不太好，那个时候因为我讲了一些话，用比较委婉的方式，比较轻松的方式带这个题出来，可是他们就觉得我不认真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点很难，因为我只是想要缓和那个气氛。手机是怎样存对方的名字？我没有存哦，因为很多人我都没有存。我的名字没有在。Sam 就是他的 IG 的名字，我没有存名字，因为我存的人都只有几个。哦，我大概记得那个号码，那个号码，我就是他。那我这是什么？0169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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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错。啊，对了。是啊。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的呢？谢谢。哦，谢谢。我觉得谢谢虽然说是很简单，可是难以启齿的话，所以我觉得谢谢代表所有。